在登场的是我们的圣安土梦班为我们所带来的高山青的演出。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的多元，非常的精彩。我们的圣安舞蹈班也可以说是精锐尽出啊，表演不同的曲风的一个节目表演。那现在带来我们传统的台湾特有的这一个啊高山青山地舞曲哈。好，我们来感受一下我们圣安土梦班的魅力耶。哇，真的是非常的棒哈！我们特有的山地歌谣。好，紧接着带来第二首舞曲是《大家来欢唱》，我们再来欣赏我们圣安舞蹈班为我们所带来的表演演出。开心开心耶！大家来欢唱耶！在中央中央，一起把它全部打开。
家来欢笑，哇，真的太棒了哈，得意的笑的改编曲哈，我们谢谢。